8月16日，2014中国国际泳装展在辽宁省新城市比基尼展览中心盛装启幕。据介绍，此次泳装展是全球唯一泳装全产业链专业展会，力邀国内外近百家优质泳装品牌及关联企业现场展示，其范围包括了泳装、泳具、沙滩装、健身服、泳装面料、辅料纤维以及相关设备等企业，实现上下游产业链的有机结合。开幕当天上午，中国国际泳装展十大品牌流行趋势发布会在展馆内上演。据主办方介绍，2014中国国际泳装展力求通过展览、论坛、 T 台秀等系列活动的举办，推动企业从单一渠道向多渠道、全渠道转变，同时引入知名设计、研发、趋势等机构，使参展企业汲取时尚信息，收获思想启迪，提高品牌市场占有率。据统计，新城目前泳装生产企业达到573户，年销售收入131亿元，泳装产量1.8亿件套，占世界总量的40%。新华社记者高明，辽宁葫芦岛报道。